这些你们给我扫地的阿姨都升职了！啊，你就衰啊！什么案子到你手上都会崩啊！什么？哎，不是，黑俊，三抽之内，只要你能抽中一只 SR 角色升职，哼，我的位置直接让你坐。谁怕谁？你准备去做打扫阿姨的位置吧！ 可恶，死定了！不可能了，怎么可能这么大啊？国有云，要成幸运星，必须在风水汇集之处。虽然去不了京都，但我有锦囊妙计。你谁啊？可以不要踩我脸上讲话吗？少说啊！跟我来！你谁啊？哦，我是幸运小纸人，只要在101附近抽卡，并且念出咒语，就可以抽到好卡哦。哎，咒语？没有咒语吗？不然你就讲。 天才幸运星，老板，我可以。不是，装扮这么随便吗？而且你咒语是刚才在想的吧？罗乐正啊，抽就对了。天才幸运星，老板，我可以。哎，声卡，看来走神蛮适合在101附近扫地的嘛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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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 就是这里，我有奖励给你，赶快抽卡，不要去念咒语。这次你不会再唬我了吧？大丈夫，大丈夫。天才幸运星，老板，我可以。看来这里是有钱的味道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可恶，死定了啦！是谁做的啦？星星怎么再来眷顾我啊？ 安丘，全办公室就你运气最好，帮帮我啦，安丘！我最讨厌哭哭啼啼的人了。仔细想想，他人也蛮善良的。还是帮他一把好了。我的好运才不是什么好运，是我相信我自己。 不是提示你的，相信自己吗？相信自己就是那个幸运星吗？幸运星，我可以。 我一直都要大声要響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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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运星。阴阳师四周年快乐！阴阳师手游四周年来袭，包括未收录赤诚召唤活动，登录赠送随机 SSR 等多重福利。另外，游戏内现在可以买到我的特别定制表情贴图礼包，还有更多福利活动在游戏中，欢迎大家一起来下载游戏哦。